我只知道是副市长。我想问两位市长候选人，就是现在全台湾都在推动冬奥证明联署，然后听说凤山的市议员陈慧敏已经送了1000份联署书，然后想问两位的团队有什么具体的作为来表达支持？对于高雄市的道路问题吧，因为路面真的还蛮不平均的，有很多坑坑巴巴的。南子那边的公路吧，因为那个炼油厂就是已经要搬走了，但是。现在台北他们不是又要再盖，他们不是不想，他们那边店不够，所以高雄不是还想要再设厂之类的，对吧、啊？所以就是空屋的问题。因为我们都建设太好了啦，而且一大堆什么轻轨啊，然后那个公园都用得很好，只是说，好像因为我们的高雄市的人民没有那么多，好像太过于多了哈，觉得好像有点浪费。教育制度就是很糟，就是可以不要再改了吗？我们这样真的很无助，因为每年都改，人力真的是越来越低，就跟前几届一样，就是没有变得比较好，所以干脆就不要改。目前就是还好，只是在资金运转的地方，它少一点，它在该用的地方就好。比较差就是空气一直都是问题嘛，或者是路上还是会有。赶快把钱还完啊！欠那么多钱，高雄欠最多钱啊，欠2000多亿啊！我要把高雄的经济给带过去。物价、房价都不断在飙升，但是薪资水平反而好像是往下掉。对，所以高雄人过的生活好像离中北部的民众越来越远。